你看，你又凶了，你又发脾气了。不知道就重新算，我都让你搬指头了。车子没不够，肯定够的哈，不可能不够，都是十以内的，肯定够。不够。你这样无理取闹，我要生气哈。不够。把你的答案都擦了，对。哎，你不要去擦我前面的题噻，你要发脾气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发脾气？我的是一个小石头，不够。都是够的。不够。你要这个样子，小雨就没得办法跟你沟通了哈。我哪次给你出的题不是十以内的？怎么就不够了？你要发脾气，你不信？我怎么是大的一题？我让你搬指头了的嘛。先数七个指头，再加三个指头。怎么加？再伸三个出来噻。你伸七个指头出来，再伸三个指头出来。有几个指头啊？五个。怎么不够？够了三个没有嘛？够。那怎么就不够了嘛？所以现在你有多少个指头伸出来了呀？五个，十个，不够吗？够，是不是刚好等于你的十个指头吗？嗯。他怎么就不够了吗？你说说，你有没有认真？嗯。